耀眼生辉的光芒。The Diamond at Don Mills 名钻中心的魅力，位于多伦多最富裕的地区 Don Mills 跟 York Mills， 是生意以及投资的金钻良机。咁难得嘅投资机会，我一定唔会错过。那么重要的约会，怎少得了营商有道、精明投资的您呢？ The Diamond at Don Mills 名钻中心6月18号公开发售，查询热线416-300-2000。好嘅，翻嚟投資後台嘅時間，呢一節咧同大家睇咧美國方面咧債務問題嘅最新嘅進展咧。咁啊 ，Steven 今日咧喺11点钟嘅時候咧，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會咧出嚟講啦嚇，就會見傳媒啦。咁啊，相信都會咧談及咧呢一個嘅即係而家美國嗰個債務上限嘅問題啊。咁啊，因為見到咧民主黨咧、共和黨咧，咁啊似乎咧仍然咧都喺呢個嘅債務上限即係增加嘅問題上邊咧，咁似乎咧都未有咧達成到啲咩共識啊。咁啊，大家咧都係各持己見。市場都幾擔心嘅，就話究竟咧係咪達唔到協議咧？最終係咪咧嗰個債務上限冇得去到提高，咁啊導致咧呢個又評級啊有機會又被下調啦。如果評級一下調咗咧，咁似乎影響咧都係幾大啊。不過咧，即係雖然大家都其實都講緊就話咧，相信咧都可以啊達成一個協議嘅。通常即係美國嗰啲嘢最興就喺好 last minute 咁樣樣啦，即係臨 deadline 之前嘅可能係一兩個鐘頭先至搞掂咁樣。其實好多人都咁樣諗啦，不過咧，其實咧，亦都有呢啲人講緊就話咧，喺美國咧，可能咧，真係會出現呢個策略性嘅違約啊，咁啊，亦都其實部分嘅一啲嘅議員咧，都講緊呢樣嘢，咁啊就係話咧，點樣叫做策略性違約咧嚇，咁啊就話咧，先咧喺呢個8月2号嘅時候咧，就俾佢係違約咗先啦，跌方咗先，咁啊令到咧可能個股市咧跌咗一輪啦。大跌了一下啦，咁之後咧，再嚟到咧就係再去傾啊咁樣咧，咁似乎呢個可能性咧其實大唔大咧 ？Steven， 你點講？我覺得還是應該不是很大的，因為整個一個包括市場、包括美國自己的一些議員都不希望有這個發生，因為在過去美國幾百年的歷史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策略性的違約這件事情。我相信所有的政客都不希望把他的名聲幫跟這個第一次策略性違約這個事情連在一起，對於他的本身一個。名声都是很不好存在的，再加上整个一个国际环境，如果说是发生这种策略性违约的话，首先它的一个短期利率就马上会被推高，就像前面所说的短期利率推高，然后整个一个市场股市就完全打压股市，那么股市可以马上下跌。那么同样的，对于一些持有者就换出来，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不被缩水的话，就开始会大量的抛售一些美国的国债，那么包括中国和日本，这是两个最大的一个美国国债的持有国家，一旦发生这个情况的话，这样中国和日本的财产就会财富就会大急剧的缩水，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其实也不想看到这个情况的。所以说，中国也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向美国提出郑重的告诫，就是不希望有他们会发现策略性违约这件事情。那么所以说，在这个整个一个大环境下，我也觉得不太会发生这个情况。不如在经济方面咧，可能咧就嗰个嘅机会比较低啲啦。但系咧，如果从呢个政治角度嚟到睇咧，其实咧亦都即系有啲人都讲紧话可能咧都有咩機會喎，因為咧喺譬如啦，民主黨咧可以藉住，如果真係出現咗呢個違約咧，民主黨咧就可以即係藉住呢個事情咧嚟到即係攻擊共和黨啦，就話誒係你啦唔合作啊嚇，咁啊就達唔到呢個嘅即係上限，即係增加達唔到呢個共識啊協議咁樣，咁變咗就成個即係責任咧可以即係卸咗俾共和黨啦，咁啊變咗似乎咧即係喺政治上邊咧，似乎亦都即係有少少咧嘅變數出現啦。對，現在整個一個經濟問題就是以一點點演變成一个政治秀的，在最后就是体现出，也就是双方对于政治执政党和在野党他的一个观念上的问题，或者说是也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也就是有点不管紧这一个经济情况的问题了。咁啊，奥巴马总统咧喺即系今朝11点咧就会咧交代咧呢个债务上限啦，而家个谈判嘅进展咧。咁 Steven 其实有冇都预期咧话即系奥巴马咧一阵咧会讲啲乜嘢啊？我觉得仍然应该是重申他们自己的观点，重申他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也就是说再一次给压力给国会，那么让他们近期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帮助整个一个政府能够要么应该是
提高其債務上限的問題。冇錯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咧，一陣咧十一點鐘嘅時候咧，奧巴馬咧究竟會講啲乜嘢咧？咁其實而家各方面咧都好多壓力啊，除咗話啲評級機構之外啦，咁啊而家喺國際上邊亦都有講緊啦，中國啊、日本等等咧，其實大家都非常之關注啊。咁啊，仲有好多嘅投資者咧，都其實都留意緊咧呢個嘅問題咧。咁啊，睇睇一陣咧，十一點鐘嘅時候，奧巴馬咧有啲即係點樣去同大家去講呢樣嘢啦嚇。咁嗱，講到呢度，今日咧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喎嚇。咁去到下個星期一咧，朝頭早九點鐘咧，繼續喺財經360出現。拜拜。